加这个 Apache Arrow 这个项目，我们做了一些在 ARM 上的一些优化一些实践。 今天主要三个方面啊，一个就是 Apache Arrow 这个项目，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另外呢，就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就在那个用 top down 的，就是自顶向下的一个分析方法来优化那个 Arrow 的一个 CSV 的一个 parser 这个。另外一个还通过 ARM SPE 这个技术来优化那个 Arrow 的 CSV writer。 先介绍一下叫 Apache Arrow 这个项目。 Arrow 这个项目它的一个创建的一个初衷呢，主要是为了解决那个就是各个就是大数据项目之间它一个数据格式不通用的这个问题。就比如说这个左下角这个图啊，可能有点挡住，可能有好多的那个 Apache Arrow 这个项目，因为每个项目它本身自己有它自己的一个数据格式，那么相互之间如果要协作的话，就是需要做那个数据格式的转换，就是说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那么如果 Arrow 呢，它就定义一种比较非常适合做那个计算的一种基于列的一个数据格式。那么这样子的话，如果每一个项目都使用 Arrow 这种格式数据格式的话，就省去了这个序列化和反序列化的这么一个开销。另外它的一个数据格式的定义呢是比较合理，就是它针对那种OLAP 的这种 workload， 就是可以非常高效的去做计算。 另外就是它本身除了定义这个数据格式之外呢，它本身也是在这个数据格式基础之上呢，也开发了很多的一个库啊 ，library， 就等于说是你的应用的话，可以非常方便的去调用它的 library， 然后去使用它的这种数据格式做各种各样的计算。另外它的库的话也支持像常用的语言有12种语言，它都是支持的，像 C++、 Python 啊、C 啊，反正这些常用的都是支持的。 因为它社区啊也非常活跃，从硬件这一级它支持那个 CPU 的话，叉八六啊、 ARM 啊、PPC 它都是支持的。操作系统上面基本主流操作系统 Linux 的 distro， 包括苹果的 Windows 啊，它都是能够非常好的支持。这个图的话就是 Arrow C 加加的一个 library， 因为我们主要针对 C 加加这块做的优化比较多一些，所以我就把这块单独列出来。 大家看到左面这个图就它的一个大概有哪些模块，最底下的话是 Arrow 就 File System 这个文件系统，其实文件系统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文件存储的一个抽象层，等于说是它把本地的或者是那种网络存储啊 S3 啊这种，它就可以抽象成一个一套统一的 API， 你可以去直接可以通过这套 API 的话去读取这个文件。那么中间蓝色这一大块就是 Arrow Data Set 是这个数据集。 这个其实是它对应的一个在盘上的存储在盘上的一个文件的一个格式，它的支持，像那个 CSV 啊、 JSON 还有 Parquet， 就是也是这种列存储的一种格式，就它对这些主流的一些数据文件，它其实都是有支持的。中间黄色这块就是它最主要的一个 Arrow 的 column format， 就是它的一个列存储的一个格式。 那么基于这个列存储格式呢，上面会有一些作为计算 compute kernel， 就是相当于它对外提供的，你想要去针对这类列格式，然后做一些各种各样计算操作，那么它本身提供了一个丰富的一个库了，你可以直接去调用它。另外就是因为我们计算呢，现在肯定是要有很多的跨网络的这种计算，就是要分布式的，那么它 flat RPC 这一块就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就可以和其他的机器上的一个 Arrow 的一个系统，相互之间可以通信。 大概主要是这些模块。那这里我简单说一下，就说 Arrow 的列格式，就是因为列格式其实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那么它列格式和行的这个格式相比有什么优势？在那个分析的数据分析方面有什么优势？就左面这个图的话，就是一张数据库的表，大家总共有三个列的 session ID、 timestamp、 source IP， 那么就同一个颜色的就代表。 总共有四行，那就是四个，其实就是四条记录嘛。那么就是中间这个图的话，就是以传统的以行来做存储的话，它怎么存的？在内存里面它排放方式呢，就是按照行来的，第一行三条数三条记录放在这里，第二行三条记录。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同样颜色的这个记录它是跳开来的，因为它是按行来存的，所以同样的列它是分了，也是分开的，不是连续的。那么最右面这个图的话，它就是按照列来存的，按照列来存的话，它就是同样颜色的，它就在一起的。那比如说对于分析的 workload 来说，比如说我想要按照 session ID 我查找某一个 session ID 的数据，那么如果我们用中间这种如按照行来排序的，按照行来存储的话，你就得把所有的数据全读进来，读到内存里。其实绿色和红色的数据我是用不到的，但没办法，因为你这个按照这个顺序排的话，你只能把它全读内存里面，这样子 IO 啊，这个包括 memory 都是很大的浪费。那么如果右面这种格式的话，它就直接只把蓝色这一块读进来就行了，因为反正磁盘上的内存里它都是这样子排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会减少非常多的一个磁盘和那个内存包括计算方面的工作。所以说这个列格式的话呢，就是对那个 OLAP 的这种workload是比较友好的。在这里举个例子啊，就是说那个列格式它到底怎么存呢？怎么存储的？这里举一个就是一个这中间这个蓝色的一个数据库表，大概就三条记录，就有两列，第一列就是名字就字符串类型，后面是年纪啊，就是整数类型。那么像字符串类型的话，就是在它存的时候，它是把这三个名字 John、Leo、Mark。全部拼在一起了，放在一个大的一个字符串里头，这三个全部拼在一块儿。那么大家肯定想，这个名字我怎么去给它取出来？你这个就拼在一起了，谁知道头和尾在哪里？那么所以它还有一个叫 offset， 这块可能有点挡住，就是这一块，像一个指针一样啊，这里到这里是第一个名字，从那里到那里是第二个名字，就是会有这个 offset 一个另外一个记录给你标明一下，切出来的。对这个可变长的字符串它是这样子，那么对于这种固定长度的像年纪这种，反正如果32位整数那就四个字节嘛，所以它就不需要那个切了，反正每个都是固定的，就这样子。大概存的方法大概就这样子。那反正 error 的大概就这样介绍一下，然后后面就是想第一个例子就是通过一个叫 top down 的一个方法来优化一个 error 的 CSV parser。首先要介绍一下什么叫 top down 的分析方法。因为我们讲这个，就是在 CPU 在运行的时候，就是它会有各种各样产生各种各样的瓶颈，对吧？那么我们想知道它的瓶颈在哪里的话呢，那就是就像这么一棵树一样，它像决策树一样，可以一层一层的去分析。比如说在 CPU 它分为前端和后端，对吧？比如说前端它负责那取值啊、解码啊，后端负责各种运行啊，这个操作。那么首先第一步通过一些指标啊 CPU 提供的一些 PMU 啊这些指标可以算出来它大概是这个 workload 它的瓶颈是在前端还是在后端，比如它判断出来它瓶颈是在后端，那么我下一步再判断一下，再通过一些深入的一些指标分析，看它是因为内存方面的内存延时比较大，还是说是因为 CPU 方面的比如说你计算资源不够导致的这个问题，那么其实就这样一步步下来，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这样子一个像一个树一样，就是往左或者往右，最后确定找到业界点的时候，就知道到底是哪个地方的产生的问题。大概就这样一个方法。这个就稍微具体一点。大家可以看这个中间蓝色的一条，就是一个 top down 的一个 L1， 就是第一层 top down 第一级的一个四个指标。Retire front-end bound, better speculation back-end bound。 那么我们做的话第一级会计算这四个指标，按照这四个指标哪个是最大的，那么可能瓶颈就在哪里，然后再进入到第二层的一个，比如它的是front-end bound 的一个 front-end 的一个 L1i bound， 就是 level 1的 iCache 的东西，或者是它的 TRB，再往下的话可以到一个微加固级别的一些指标，就是 level 1 cache 如果是它的 miss ratio 是多少，这些都可以计算出来，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深入的判断到底是哪个地方的问题。那么然后这么多东西我怎么去算它，各个 CPU 可能也都不一样，所以其实 ARM 的 Linux 是提供一个工具的，
直接就是可以把这些个前面说到了这些个指标都可以直接把你的 workload 给它做 profiling 的时候把这结果就直接给你输出去了。就像前面右面这里就是它的输出啊，就是比如说 frontend bound 是多少 ，backend bound 是 tar 多少，相互之间就能看出来哪个地方有问题，包括 stage two 的 V 架构的一些指标都会列出来，包括一些图形化的形式。那行，那我们现在就下一步再看那个 Arrow 的 CSV pass， 就是我们目标是要把它做优化、做改进，性能上能有所提高。那我们通过 top down 的一个方法来去分析它的瓶颈，然后再去做改进。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Arrow CSV pass 它做什么事情。它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把那个 CSV 格式的文件转成那个 Arrow 的列格式的文件。就 CSV 文件大家也知道，就非常简单了，就是就在这里我列了一个例子，左面那个表，就是三行，然后就是每一行就一条记录嘛，然后每条记录就用逗号就隔开的每个字段，像 Mike 上海15 ，Peter 杭州14，反正就是每一行一条记录逗号隔开的，然后碰到回车等于说是条新的记录，所以这个是比较直接的一个例子，那么要把它转换。不好意思，那要把它转换成那个右面的这个列格式啊，列格式的话就是大家看就是名字全拼在一块了，是吧 ？Mike、Peter、Jack 三个拼在一起了，就左面是行对吧？右面就变成列了。City 也是三个城市拼在一起的，age 也是一样。那么我们就要做这么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尽量快的，就是快速的把这个功能给它实现，就是效率尽可能的高。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说我们要做的话，怎么做法？其实也就是最直接的方法，可能就是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去读，对吧？说 M I K E 这些，我就把它 copy 到 name 这里。那我碰到个逗号，那就说明我到了下一列了。那我就到 city 这里，继续把上海 copy 到 city 那里。然后又是一个逗号，又到下一列。然后碰到个回车，我就说明我就要下一个数据来了。那我又回到 name 这里，把这个 Peter copy 过去。那么这样子做的话，其实就是要一个一个字符的去检查，对吧？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字符到底是普通字符还是一个特殊字符，像那个逗号、回车这种特殊字符得特殊处理嘛。那我们先看一下它那个 error 的现在它性能怎么样，反正它有 benchmark， 我们就跑一下。结果呢，大概是它每秒钟大概处理1.1G 的 CSV 的数据，就做这么多数据的转换。它的 IPC 啊，就4.64 ，IPC 就是每一个 CPU cycle 的时候，它完成了多少条指令，所以4.64这个 IPC 其实非常高的，就是 Arrowken 它这一块其实做的挺好的，这个性能其实做的不错了。那我们就看一下能不能进一步再给它提高。那我们先前面的工具啊，先做一下一个 top down 的一个分析四大块，第一级的 top down level one 的四块东西。绿色一大块就是它的 retiring 就是它在做真正有用的事情，就它超过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做真正有用的事情的。那么 front end bound、back end bound 呢，大概都1/4的样子，各自大概1/5的样子。Byte speculation 非常少，所以从这上面看，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它那个 retire 非常多嘛。那我们再看一下对它的一个第二级的一个微架构级别的一些，像 branch、cache、TLB 的一些 miss 这方面的，因为这些方面可能会产生新的问题。那么其实我们看下来，这些 miss ratio 都非常低，就0.0%几，0.0%几这样子，所以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就整个这个代码运行效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们也看到它的 IPC 达到4.6以上，所以。这方面也不太可能有啥问题的。那我们还继续再看一下它的一个 operation mix 这么一个指标。operation mix 是啥东西呢？它就是因为它的 ECP 有各种类型的指令嘛，有那种内存读写的指令，有这种做计算的指令，对吧？还有做那种branch 的跳转的指令，各种各样的指令都有，包括浮点指令什么的。我们就把这些指令做下统计，各种指令占比是多少？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像绿色这块 branch 占11%，这个其实也不高啊。branch 的话，
一般来说大概六平均来说大概六条指令会有一条 branch， 那么大概16-17%的样子，11%其实相对比较低的。像 store 和 load 的话占比其实也不高。那么红的这一大片呢就比较多的，就是整数的 integer DP， 其实整数计算的。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一开始想的那种方法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一开始想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读进来，然后做判断的，然后把它 copy 出去。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 branch 会非常多，包括 store load 会非常多，整数计算应该不应该有那么多的。那么它现在有这么多整数计算，我们想就看一下代码里面它是做了哪些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一个整数计算操作。因为整数计算比较多的话，有时候如果它是比较规则的计算，我们可以用那种 SIMD 的那种方法，就像 NIR 或者 SSE 啊，这种就可以把它做这种向量化的处理，就会效率会比较高。那就是看一下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整数计算，它在算什么东西。就是上面就是把这个这个任务我再重新这里再列一下，就是把那个左面那个 CSV 的行格式转成列格式。那么这里面前面说到这个性能上就是不太友好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地方会有碰到一个特殊字符，碰到个逗号，对吧？碰到个回车这种，我也不知道哪里有，所以我只能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去检查，那么这个效率就比较低。其实 Arrow 呢，它已经做了一些比较聪明的一些优化了，它就是不是这么笨的方法，它是一下子读了8个字符进来，读了8个字符进来之后，它就是做一个快速的一个检查，通过这下面说的 Bloom Filter 这么一个方法做非常快速的检查，因为很有可能这个8个字符里面它是没有特殊字符的，像第二行这个上海这一个就8个字符，像没有这个逗号也没有回车，那我就直接把这8个字符直接整个一个大的一个字符 copy 出去就行了。我不需要一个一个的再重新去检查了。那么它这个 Bloom Filter 的计算方法呢，其实就是做一些就下面这个代码里面一个语操作啊，然后移位操作啊这种方法。那么这个针对每个字符都要做一次语操作，做一次移位操作。那么这个都是一个就属于计算的吧，就是那个整数计算的一个操作。所以它的非常多的整数计算都是这里来的。当然，它这个整数计算其实是提高性能的，就是把这个 branch 这些东西全都减掉了。包括 load store 也都减得非常少了，对吧？然后因为它8个一下 copy 的话，就比一个一个 copy 要性能高很多了。但是这种方法其实还是可以有更加好的改进的地方，就我们可以用SIMD 的方法，就是单条指令多条数据的方法去给它进一步做改进。因为前面说了，我们的就是问题就是我怎么快速的检查我这个连续的8个字符里面有没有特殊字符。那么特殊字符一共有5种啊，像回车换行，另外逗号啊、双引号啊，还有这个转义符5个。那么中间这个代码呢，就是判断一下它的一个，就是一个向量处理的代码，就比较低效的，就每个字符判断5次，对吧？把结果再获起来。那么下面这个其实就是用向量化的方法，就是一下子读8个字符，完了8个字符可以同时做判断的。那这样子效率就提高了将近8倍了。那就是我们把它的 Bloom Filter 这个功能替换成我们这个向量化的8个字符同时检查的这么功能，这个代码做替换，看一下那个性能提高有多少。这个提高还是非常多的，本来是1.1个G，现在就变成1.99个G，就提高80%。它提高的原因主要是它的一个总的指令数下降了非常多，因为你这个因为通过 SIMD 了嘛，就是那个本来我8条指令才能做的事情，我1条指令就可以完成了。所以这样子的话，指令数就降低了1半，然后整个性能就提高了80%左右。那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就是之前和之后它的一个叫 Operation Mix 这么一个指令占比的一个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本来红的一大片的嘛，63%，2%将近，现在就变成将近只有1/3了，降了一半了。然后多出来一大块，这个棕色的右下角这一块就是它的 SIMD 的一个指令，原来是一点都没有的，现在就占了大概超过1/4了。就是这些指令它就是提高了非常高的效率。
对，对，这个就是第一个例子啊。简单总结一下，就是通过这个top down 这个方法，我们发现那个这 operation mix 这个指令的比例里面，整数占比非常多，整数计算占比非常多。然后通过看代码的话，然后发现我们是可以通过SIMD 的方式做改进的，然后最后性能也提高了非常多。然后讲第二个例子的话，就通过那个 ARM SPE 这个一种方法 ，SPE 是一个对 SPE 来优化那个 CSV 的 writer。首先讲 SPE 什么东西啊？啊，我这里写了很多，大家其实也不用去一条条看啊。其实 SPE 我简单讲一下，就是它主要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吧？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传统做那个profiling 啊，比如说我们用 perf 然后抓那个函数热点，对吧？这个是最常用的一种 profiling 方法。然后抓函数热点，我看哪一个函数它花的时间是最多的，那么其实就是通过 perf record 对吧？然后就是抓一下那个指令。那么它存在什么问题呢？它就是因为它那个传统的 PMU 的方式，它是通过那个中断始终中断的方式来去定，来去那个在中断处理程序里面，然后去抓你的这个 PC 指针到底是哪个地方。那么这里面问题就是问题中断是有延时，是有那个延时的，对吧？另外就是一个现在这个 CPU 它运行速度也非常快，而且都是 out of order 这种运行方式，很多时候抓的是不准的。那么导致的问题就是你看到这个 perf report 出来一个热点，其实这个热点可能离你真正的一个函数热点相差可能差了有上百条指令这么多，都是有可能的。那么你抓到了指令不准的，那对你来说做优化其实是有那个误导性，甚至是。那么 SPE 的话，等于是一方面它解决了这么一个问题，就等于说是它是用硬件的方式来做采样了，然后不需要你这个软件这个这么做了，等于说直接把你存在一个内部这个 buffer 里头，硬件的 buffer 里头，这样就非常的准确，它说哪里是热点，它就是哪里是热点，也不会有任何的偏差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它还提供其他一些功能，像一些 memory latency 的一些分析啊 ，latency 的一些数据，另外像那个branch miss 的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定位，那这个后面会讲到，就是非常有用的，在实际代码优化里面是非常有用的一些功能。那我们先说一下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啊，就是 Arrow CFC Writer 要优化它。那它做什么事情呢？它就是前面那个事情反过来，其实就是你看左面是一个 Arrow 的列格式嘛，三条数据，它按照列来放的。那么右边就是它转换成 CSV 格式，传统的那个行格式，用逗号隔开，用回车来分隔不同的记录。那还是一样，我们想看一下，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想这么做的话，应该怎么做法？那其实也挺简单，我就是按照比如说第一个名字对吧？我查零到四是第一个名字，我就把 MIKE 这四个字符给它 copy 到那个CSV 的这个 buffer 里头。然后我再加个逗号，对吧？然后我再跳到 city 这个地方，我看零到八啊，上海这个再 copy 到那个那里，再加个逗号，再把15 copy 过去，然后再加个回车，然后再回过去看第二条记录，就这样子循环做，对吧？所以看到肯定会有很多的 memory copy 这种操作。那我们先看一下现在的性能大概怎么样子，就是做一个比较直接用 perf 给它抓一些PMU 数据看一下。我们看到大概里面就是超过20%的数据呢是branch 指令，另外呢branch miss predict 就是一些4%的一个 miss predict ratio， 那其实就是4%的一个就 branch 呢就是它是错误误判了，因为那个 branch miss predict 就是比较对性能损失比较大的，4%虽然不高。但是就也值得去看一下是不是有改进的空间，包括这个20%的 branch 指令其实也稍微偏多了一点，一般来说可能10%几吧，16-17%的这种样子，虽然也不是很高，但是也值得去研究一下是不是值得有改进的空间，因为像这种真正的生产代码的话，它就是本身它也经过比较非常强的优化了，我们再想去优化呢，可能只能是看一些那种虽然说不是说非常明显啊，这个地方是个瓶颈，但是很多时候也值得去深入研究一下。那我们就通过那 perf 的抓那个 SPE 的branch 的这么一个miss 的这么一个点，
它这个功能是就是前面说一张传这个命令，就是可以抓那个 branch miss 的点。啊，我们看到这个第一这上面这个截图里面，就是黄的标的66.14%，就三分之二的 branch miss 呢，就是发生在那个就是 memory copy 这么个函数里面。就这个就是 libc 里头的 memory copy。那么下面就是把 memory copy 这个函数做那个展开了，就是一个就 perf annotate 那个把它源代码展开了，就它绝大部分92.65%的话呢是在那个就这条指令，这条指令的话黄色标的其实就是判断这个被 copy 的字符串的就这个内存块的大小是小于8还是大于等于8，其实就这么一条。那就是我们想看一下为什么说这个 CPU 在对于这个字符串长对被 copy 的这个内存块长度是小于8还是大于8，它就是判断会比较差，经常会产生那个 mispredict， 到底什么原因？那这个我们把那个对应的代码再代码看一下。前面说到我们主要的工作其实就是把那个 error 的一个把那个 error 的这个列格式的一个个数据对吧 copy 到那个 CSV 的数据里面。copy 完一条记录之后呢，我得加个逗号对吧，或者再加个回车对吧，就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所以它其实代码里面调用了每个循环里面调用了两次 memory copy， 第一次的话呢就是 copy 那个一个这个长度比较正常的一个字段，像名字啊或者是那个城市啊，我们说到的这个例子里面说到的。那么再下去它又调了一个 memory copy， 它是 copy 一个逗号或者 copy 一个回车，那么这些可能就是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字符的，就非常短的。那么其实它就是这样循环的调用的结果呢，就是它一次 memory copy call 了一个比较长的，一般来说是大于8个字节的，紧接着又调用 memory copy call 了一个非常短的，就一到两个字节的。那所以导致这个因为这样循环的在那循环这样子做，导致这个 CPU 呢也不是很容易判断的，因为你总是来回跳，一会儿长一会儿短，一个长一个短的，导致它那个就是 branch predict 就是预测的话也不是非常准确。那么知道这个原因之后，我们其实可以非常简单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第二个不是只 copy 就是一个或两个嘛，我大概知道就是顶多也就是一个或两个，那我就不要去调用 memory copy 这个库函数了，我就直接写一个小的函数对吧，小的函数就直接就 copy 这个一个或者两个字符的，你就列出来了，就 memory copy 就只留给那个 copy 那个普通长度的一个就字符串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么这样子就是结果的话就是就是也非常小的一个改动啊，其实从benchmark 结果看也将提高20%-50%的一个性能提高，就是因为它有不同的 micro benchmark， 反正大概每个都提高了就反正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就是从那个数据的profiling 结果来看的话，就是它的总的个 branch 数量减少了非常多，它这个 mispredict 的一个数量其实也减少了挺多。对，这个就是第二个例子啊。总结一下，就是通过那个 ARM 的那个 SPE 这么一个硬件的 profiling 的一个功能，就非常准确的定位到一个 branch mispredict 发生的这个位置。然后按照这个位置然后再去看代码的话，然后最后就定位到这个地方，然后就做了一些小的改进吧，然后性能就提高了非常多。好，就这样，谢谢大家。